亚瑟伊呢？谢亮拜，实体唔会骗你，哪一条路就会做一只总是给翻译的。我真的不懂，为什么要对那些加害人、那些凶手这么仁慈啊？我还要大费周章去帮他们找证据。错，我就能莫生气啊！这是局长的决定，还是副座的坚持？这是符合民众期待的决定。等一下，你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开棺。有位时间。沉默那些帮凶。